脚气，挤出脚软没有力气，接着行动不便。如果两脚肿痛过膝盖，会有热的感觉，并且同时有怕冷发热的为湿脚气。如果两脚感觉是冷麻，并且不肿不热，甚至有肌肉消瘦的为干脚气。如果突然有气喘不上来，呼吸急促，胸闷心慌，眼花耳聋，昏聩呕吐的为脚气攻心，属危症，夏季多发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脚气的小偏方，甘草十克，大黄十克，艾枣灰20克，秦皮20克，加水适量，熬开后晾温，加白醋15克泡脚。